你这么早来干嘛？你从来都没有这么早进公司。你让我一个人想想事情吧。你以后不要再一个人，没事就跑回来，会干扰我的心情，你知不知道？茉莉，我好想你，你一定也很想我吧？你实在装得太不像了。刚才电梯铃响的时候，我就在猜是不是你来了。你刚才去哪了？算了，都过去了，该忘记的事情就不要去提它了。对啊，回家睡觉吧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工作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可是我们不做这个工作，还能做什么呢？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，总比自己以为喜欢什么好一点吧。嗯，没有啦，到处找你，看到你车停在楼下。我原本是想找他谈的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个事也该解决了。你有看到今天的报纸没有？好大一篇你姐姐和姐夫的新闻，你看。你没回家啊？衣服怎么没换？你不也是一样？我有事情要和你谈。要不要？你先听我说。你先听我讲。不行，你不懂，我的比较重要。没有什么事比我们。我们解除婚姻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子嘛！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一定受不了，可是我不能不跟你讲啊！你看看你姐姐，他们还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嘞。都搞成这样，难道你希望我们结婚以后跟他们一样装样子哦？你受得了吗？我受不了啊！对啦，是还有其他原因啊。没有啦，我恋爱了啦，但是我不能骗你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有什么条件，我统统答应你。我去跟你爸爸讲，都是我不对，可以吗？我只有一个条件。好，好，我都答应你。这间公司让给你。什么？这间公司让给你，就这样，你不后悔？真的哦，我真想要来搞搞艺术呢，而且你知道，那个女孩子，她也是搞艺术的哦。